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还有一日我能躺在师傅的怀里。来人，你最小心！想想，你们尽管试试。慢着，姑娘，可是穆念慈穆姑娘？你是？真是穆姑娘。 数年前，我在嘉兴饥寒交迫，幸得穆姑娘施舍一碗热汤，和半张饼啊！都把家伙放下！穆姑娘曾跟济公学过艺，是咱们丐帮的自己人。穆姑娘，兄弟们好。在下杨康，适才多有得罪。穆姑娘，杨公子手里拿的物件。 可是红帮主他老人家的，没错。公子，这个物件乃是七公的贴身物件，乃是我们丐帮帮主的信物。可是现在在你们手中，难道是七公让穆姑娘保管的吗？正是。实不相瞒，我们红帮主已经消失数月，现在马上就要到7月15丐帮大会，我们丐帮兄弟都在寻他老人家呀。我们二人。 正是携着红帮主法棍前往越城，只不过有些话得等见到了帮中管事才能言语。既然是七公的朋友，就是我们丐帮的贵客，那这一路就由我们来护送二位吧。如此甚好，我特意让伙计弄了鸡汤给你补身子。 怎么了？白日里，你为什么要骗他们，不把实情告诉他们？我没有骗他们，咱们不是确实是去越州吗？姿势体大，人都嘴杂，我是想等见着丐帮长辈，再交还法棍，说出实情。那也不能骗人。你不是也盼着我能借还法棍一事，拜七公为师吗？ 没师命，你不准死！难道你还想再违背师命吗？弟子不敢。师父，我从小孤苦伶仃，只有师父待我最好。 却错进错绝，背叛师门，伤了师父的心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还有一日我能躺在师父的怀里。别说傻话，但为师。 为你留好伤，就带你回桃花岛。师父，我真的好想，好想回桃花岛，像师父像从前一样，想永远。 留在师父身边，留在桃花岛。我答应你。
是的话，不是，不是，师父，你就叫梅超风吧，请受徒弟梅超风一拜。师父，我走了。只要我们熬过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有人吗？这儿哪有什么人？我的师父们，他们怎么来了？大哥，有血腥味，不对头。进屋叫人，进庙拜神。屋里那位朋友，现身一见吧。我寻你们很久了，黄岛主，你寻我们晦气呀？我们就算不敌你，也不会怕你。但是，你得让兄弟们清楚这其中的恩怨。可是你们杀了我徒儿陈玄风，弄瞎了梅超风。今天看来是无法善了了。来呀！